这是个黑妹呀。插了个刀，不然怎么能把他秒了呢？可以，虽然两天没玩了，手感还是在的，就是有点小菜。你看，就开始拆起来了。自己不回头，怪谁呢？让杰斯来救的话，杰斯他不好救的哟。你看，死了吧。这个佣兵都爽啊，这佣兵飞起来了。佣兵是真的爽，左边捞个人，右边捞个人。
这主要这波佣兵没处理好，这 DLC 那一波没打伤他。但其实这把是能赢的。刚开，平了，还是菜了，在佣兵的地方地下室让他无伤救了。这个谁要在这藏脚印？有弹射，只不过有眼的速度让它变慢了。回不回去都得吃刀呀。你这走位有问题啊，这个人问题大得很。挂了，这还挂？你撞我这么久啊？这人我肯定挂不了。开球！再开。自己起来了。这弹的真秀。过半了，过半了，三二一，过半了，这么无情的吗？冷血，这些人是真的冷血。
还是有一点伤，有一说一。 一浪一浪一浪，每只只，一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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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放个屁在这边。防止这佣兵突然诈尸，起来一个弹射把这个先知捞跑了，再丢个再说。 啊！哎，黑人问号耶！我用的小丑啊，兄弟，中邪了！这不是中邪了，我就是见鬼了。 真是奇怪，小伙子。 哎呦！
裂了，开始裂了。这把真的是灵异事件，我明明用的小丑，然后他突然变成这个了。 我都回去挂人，说不定他现在还起来了，你信不信？这起来的速度快得很。看吧，他就起来了。然后这边前锋还失误了。要不是他失误了，我这把怕是没得有。 难顶！难顶！难顶！ 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的。 直接传吧，杀那个佣兵。看这架势，他没护臂呀。 简直进大房了！怎么还是这么的穷啊？
双联剧美滋滋。你这我闪现都不需要用了呀，你往这跑的话。这机子速度牛批。就他空姐那一台没亮了。这是先知，修呀！这你进得去，那我完了。这么快就好了，可以，牛逼。这老哥不好起来哟，难起。门也不开了，废墟那边一狗完事了。先知在废墟，我要找空姐，我不找先知。
把他挂。我赌现在在开门，所以我赌一把，我直接挂佣兵。 我要带表这先知也不想走，看吧，他果然在开门。祭司，还是个怀表祭司，那跟那祭司多嚣张啊！等他叫动啊，不然这个句子他绝对是优先驱动的。 裂了，人裂了，好吧。我得闪现拿刀了。 翻仓游戏，翻仓游戏，怪不得祭司要被动刀子，该呀，真的是该。说的实话，真的是该。 这把没了，有一个，他那个天气，大防的一波失误了，就没了，直接下局见了。这佣兵想怎么救怎么救，你就拦不下来，除非打个正手。你看他那个护臂都不需要用了。 战我还没打上，我裂了。
真的假的？这还要装一声？哎，汽油刀没弹到，不然还不……如果那道汽油刀弹到的话，他就厉害了。